这边指数要熟练，
是四分之一，就是负四次，次数负的丢到分母，反过来讲，分母有次数就是负的，好吧？四次分之一就是 x 的负四次。它的微分跟多项式一样，就那么一句话，往前乘次数减一，所以这个导函数负四往前乘再减一，对吗？所以是负四 x 的负五，一样填充题你可以写这样，写这样可以接受。那这边选择题，它要把它次数负的丢到分母，它这个次数负的丢到分母，对吧？答案也这样，懂吗？看我做的很简单，自己要练习啊。这种是有根号、有分式的。33是重点啊，我觉得差不多要占一半吧，就跟31加32差不多。第四题又是刚刚讲的，以下皆相同就很二。这个不是让你用极限方法，不是让你用极限做，太麻烦了，还要分解一个四次的多项式，啊，这个是微分带一，长这个样子 ，EF1XFX， 两点求斜率，这就是微分带一啊，所以你要看得懂。这个每次这样子写太麻烦了，用这个符号，懂吗？用这样子简单的符号来表示这个极限值，微分带一，我们多项式的微分，四 x 三次，六 x 平方，一次微分任系数，数字微分是零。那带一最简单了，大部分都是问带一啊，带一就是抛系数，带一嘛，系数和一的几次都是一啊，乘四就是四，乘负六就负六啊，这所谓的系数和，所以不要看到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就是个微分带一啊。好了，以下皆相同，好好认清楚。五个长相都是一件事。这要定义式写法。我不想把我骂人的话也录进去。
我等到下课再做一起骂好了。看在这个直播气的份上。选择第五题，乘积率，你要把它硬乘开也是可以的，两次乘两次，然后再去微分。那既然我教乘积率，就教你那个乘积率啊，不然做这个乘法也是有点麻烦。乘积率就是这样，我直接做了，因为这是复习了，不是第一次学。微分前项。这样就两乘积率是两个相乘的微分，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，那这个微分2x 加5，这个微分 2x 加5乘上后项，这样加上微分后项乘前项，所以可以把前项先抄一下。然后微分后项 2x 减4，微分后项乘前项，这微分是 2x，这边是减4，西微分是0。微分前项乘后项，加微分后项乘前项。然后记得你不要去做多项式的乘法，你现在乘不如一开始就乘呢，现在就可以带二，课本太几乎没有这种例子啊，测验卷上才有，现在就带二了，不要去做多项式乘法了，你微分好就可以带二，听清楚啊，微分好就可以带二，好吗？这变项四加五。抄一下啊，就带个二嘛，x 带个二，尤其这边很好，这边4.4变成零了，等于后面那一项没了，这两个零后面那一项没了，然后这个是9乘3加0，27，哇，这是乘积率。3 × 3啊，好，超好，记得你微分好就可以带那个数字啊，要不然你还不如一开始就乘，还比较好一点。这是乘积率。
这选择题几乎什么题目都出现了。第六题就是商率。就是那句话，以下皆相同，S 等于一的切面斜率又是微分带一，好吧？不懂的人还以为是好几题呢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，微分带一。那长这个样当然是乖乖用商率了，跟刚才上节课说的不一样，这一带进来分子都不是零啊。就这样，分母平方，微分分子，我直接做，这微分分子一个无，微分分子乘上分母，减微分分母乘分子，那我都习惯到这个顺序了，分子分母，所以这有个三，这微分之三。这叫做商率，商就是除的意思嘛，分式的微分，分母平方，微分分子乘分母，减微分分母乘分子。那这个分子其实不是很难计算了，我还是直接带来，啊，就是你如果遇到。麻烦的，要到现在就可以带一了。那带一就是超系数，带一就是超系数，好吧？带一就是 x 不见了，超系数，要，x 带一就是超系数。那这分母这边是一，分母是一嘛，所以变成五乘一，减掉九乘三，过十二。那答案都喜欢一个数字啊，就因为要你带一个值啊。我也喜欢叫你带个值，尤其是一啊，一是最常见的。行好。你不用去刻意记课本什么 f 啊、g 啊、f 那些符号，就这样子，分母平方，然后这也不用去乘开了，啊，微分分子乘分母，减微分分母乘分子，好吧？然后微分好就可以带一了，微分好就可以带一，你月考一定会遇到的，好吧？现在讲的话，你月考都会遇到的。
代公司啊。这没什么好思考的，就看你公司熟不熟练而已。大家要思考什么？就到你的维分公司去给他维一维啊。微分分子啊，这微分不是五吗？乘分母，减微分分母啊，乘分子。第七题，你看它这种八号次方。知道合成函数连属率，你看它这种八号次方，不知道你把它乘六次，不需要把它展开六次，太麻烦了。这种就是合成函数，要用所谓的连属率。你先把它当做一个大的 X 啊，六往前乘，次数减一。乘上这里面微分，我这里写慢一点，往前乘次数减一，乘上里面的微分，这叫连属率。月考会叫面面俱到啊，就什么样题目都来一题了，啊，一般老师出题目都是这样，尤其是大的公式，然后这因为一个三嘛。负八微分是零啊，然后这种就顺便乘一下吧。对，是导函数是这样，导函数是这样。然后你带三，那你微分带三，微分带三，这刚好339。339，这变成一了嘛？对，18乘上一的5次，那就还是18了，这叫做连属率。连锁率看清楚了，这个月考比期末考简单多了啊！期末考积分计算很麻烦啊，比如说你能拿多少分，尽量多拿一点。第一次月考跟期末考都简单，这三题才刚开始微分。第八题是那个高阶导数了，他给你这个，他都是位移题，求 t 等于5，加速度，这今年统测有一题啊。就是有个什么速度啊、加速度的观念，位移的微分是速度，速度的微分才是加速度啊。所以这题是那什么？
二阶段，懂吗？如果是问速度，就是为一阶段，加速度就为了二阶，懂吗？所以题目看清楚，做一半当然没分了，不然说争夺给分了，但你最好是全对了。那这个微分，三 t 平方减二 t 加三，这个没问题吧？这种多项式的，然后这个是速度。瞬时就是要微分的意思啊，瞬时瞬间，瞬时就是无限小啊，哦，五跟5.0000001那种，你看啊，瞬时就是要微分的意思啊，瞬时加速度，那一阶导数是速度，再为二阶导数。这就是加速度，哇，那你带五带进来，二阶带五，这也是30减二，28，这是用来说明这种二阶导数了。不要非解个半节课就把3×3大大小小公式都做到了。我讲的面面俱到啊。我要抄好。你都来不及写，回家把它叫出来，暂停一下，就可以好好慢慢的抄了。反而是填空前四题看起来蛮简单的，做到第三题吧。填空第三题，你看这种夸号几次又是连锁率了。最后是要看这种题目，对啊，不但要会微分，还要看这种题目。这个是什么？有人看到这一坨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如果这个无挡住就是微分带四啊，我看啊，这不是四吗？除了一单还有别的数字啦，像这个，这样就是微分带四啊。那这个五一样拿到前面就好了，五没什么就拿到前面了，所以这个就是1/5的微分带四，好啊，写这样你会，写这样你就不会了。啊，以下皆相同，这两节课讲了不下10遍了吧？
该不下10遍了。好，那这个花号几次就是连锁率了。微分四往前乘42.1，啊，那我这个直接违了，这个照抄嘛。那这里面的微分2s-3，知道怎么来的吧？这微分2s-3，平方微分2s。啊，一次微分任系数，数字微分是零。那我们先算出微分带四啊，把四带进来，微分带四，这边16减12，3次，计算也要到位啊，四带进来。带进来，这里面刚好是一啊，16减15，四乘上一的3次乘五，20，那写一个三角形，就代表这个，代表这一题要问的，啊，代表要找个答案的意思了。这就是1/5的微分带四，哦，看得懂就知道，所以1/5乘20，是啊，写好，这是最好的复习了，所以我们测验卷都留到考试前做复习，太早讲，过2个礼拜又忘记了。考试前密集的复习，这是连锁率啊。有些来不及做，请你参考那个上礼拜我都抛在我们群组了，也都是我自己手写的解法，不是那个印好的解答。那我们看到背面，背面看一下第十题啦，要解释一下，不然就是看不懂。也许呢，真的被考出来了。解释一下就看得懂了。哦，这边有点两下，这边点一个，这边点一个。题目你不用抄啊，题目单不用抄，我是帮他抄的啊。哦如果没有这个点，这两下就是微分带三。如果没有这两个点，对，微分带三，那多这两个点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这边还帮你讲了，就是 f 撇，就是那个 f prime 嘛，f prime f 撇只是一阶导函数，所以这变成导函数的导函数，那就是二阶啊，导函数的导函数，所以这边是什么？点两下再三，懂了吧？这个十几年前统测有考过，应该有超过10年了。虽然再多两个点，啊，这是二阶的意思，导函数的导数，听懂了吗？不过这个函数出的不太好，
就连锁率这里面是一啊，它既然要用连锁率的5s-14，那这样乘上里面的微分哦，乘上里面的微分，我还是写一下，虽然有写跟没写一样，懂吧？乘一但是有写跟没写一样，那刚才解释的这个看清楚哦，这边。啊，这是二阶哦，啊，所以点两下，视网连成20，视路减一，那一样，这里面微分是一，还是写一下，啊，虽然你忘记了，还是一样。就是认识一下这个长相，啊。不然考出来全班都看不懂。然后带三，二阶导数带三，3.1的3次，它是20，就是20，160，好了，点好。符号的问题啊，有看过就知道意思了。做得很快啊，回去自己再练习练习。看一下第六题好了，其实很简单，他都帮你写好了。就是你就照他意思做做就行了。他帮你写好了吗？照他意思做啊。一阶导数带一是五。二阶导数带到的是18，那就照着围啊，啊。